企业期望走得更远，实现连锁加盟必定是良方之一。故此，很多企业都会期待参与本地一年一度的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展，一个集展览、论坛、商业配对及推介会为一体的商贸盛事。来自全球的投资者聚首一堂，利用展会线上线下方式托商机。在过往数年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品牌成功透过 MFE 拓展本澳甚至海外市场。当然，我们是想透过这个平台入去内地或者是其他国家，这样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令到更多人知道我们，因为这个是大型的一个展，入到的展的商户都是比较有咁上下的实力，所以应该是多些，譬如说有些人想找一些合作伙伴或者是一个合作商这样的，咁可能喺呢個平台揾到我哋咧個信任度或者會增加。我諗每一個經商嘅人咧，越嚟越多人會 join 呢個嘅平台。線上展廳咁樣，佢有展示到我哋個品牌。其實透過呢個平台咧，好多人係認識咗我哋，係知道我哋係個品牌，同埋知道呢個展入邊個品牌係好嘅。所以是给了信心给其他的商家咯。我是看中 MFE 这个平台的区域影响力，以及对一些中小企业品牌升级的支援有比较显著的效果，再加上是 UFI 认证的三展联动，专业观众以及一些优质的采购团肯定少不了的。我觉得是对我们品牌知名度提升的重大转折点，能让澳门市场甚至呼吁国家市场等等认识并了解我们的企业文化，能帮助我们更加顺利地迈出下一步。此外，内地著名连锁餐饮品牌古春堂亦都会参与 MFE， 期望在澳门这个融合中葡文化的独特环境中，呈现出古春堂所代表的岭南美食文化。MFE 除了有很多想拓展连锁加盟的参展商，更会有 IP 品牌展商的参与，以推动 IP 产业发展。有内地 IP 品牌参展商表示，期望透过活动寻觅到适合的合作商，令到品牌更加快地开拓新市场。MFE 呢，它汇聚了很多的代理商，这些代理商它包括零售、餐饮、连锁代理品牌，这些也是吸引我们来参展的主要的原因。线上线下的虚拟结合，可以把更多 IP 的一些产业融进在城市的各个的行业、各个的场景，包括餐厅、博物馆、景区等等。这些呢，也是能够更深的达到城市发展的一个目的，也是能够跟 IP 虚拟结合的一个好的方式。所以 MFE 呢，可以汇聚更多 3D 优秀的厂商、优秀的合作公司，一起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。透过 MFE 具国际性的广阔平台，全力协助与会客商寻找商机，发挥国际品牌连锁加盟的专业响度作用，将更多优质的企业引进来带出去。